有冇人发现我今天用了新头箍在韩国买的衬衫啊 ？OK， 今天我们两个的 OOTD 不小心衬了情侣装，都是牛仔褛，同埋里面都是米白色。不得了，一出个站之后呢已经是名店区。你看看这一边就是 LV 啦，然后隔离那边就是 BV 啦，全部都是一栋栋的。那我们跟着地图一路走啦，非常之好呢，就是有个观众介绍了 Nava Map 给我们咯。因为呢原来在韩国呢 Google Map 是废废地，但如果没有了你的话呢，我真的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去。最衰我们没有那些 App 啊，如果不是呢好想玩呢啲滑板车啊！突然间原来转个弯，唔怪你企喺度啦。原来我就到咗啦，哇，好大间啊！而家过紧马路啦，我见到咧个门口有块牌，唔系同釜山一样，佢已经枯咗系嘛？而家朝早11:30啫，嚟到呢一度谂住入去啦，然后要4:30先有位。既然冇得入，就去依图啦。呢位先生佢许愿要食嘅嘢系猪手，就系上边二楼嘅呢一间，佢有个猪仔嘅 logo， 门口有得 order 啦，然后我哋见到佢有得拣语言噶，我哋揿英文啦，佢系韩文嘅，跟住你揿日文啦，佢都系韩文嘅，跟住再揿中文啦，佢都系韩文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要靠 Google 大神啦。佢写咩啊？我见到咩蔡老板啦，深叶老板又。深叶。好啦，唔紧要啦，我哋又看图去嗌嘢啦。嗌咗一个猪手同埋一份饺子啦，个饺子有啲浮夸。冇错。你睇，佢系同我个拳头差唔多大。佢完全系图文不符嘅表表姐咯，成个馒头咁大啦，系成只碟咁样噶。佢里边有劲多馅，我哋嗌呢一个系泡菜饺子啊。计大大粒饺子之后咧，就系、是、大大盘猪手。呢一个猪手咧，一咬落去系入口即化咯。嗯，好味哦。佢呢度配嘅其中一种酱咧，系虾仔嘅一个 sauce 嚟噶，几得意啊！同呢一个猪手咧，又出奇地衬噶。争啲唔记得影个环境俾大家睇添。呢一度咧好复古，头先系就系坐喺。里面啦，而家咁黄嗰啲灯光咧，就系、是、坐咗喺嗰度好浪漫咁样，自成一个城。我哋搭的士咧，就系、是、要准备呢一个 app 啦，跟住揾佢嘅韩文地址，然后咧就怼俾个司机睇，咁佢哋就会明咯。如果唔系咧，系讲到天荒地老都沟通唔到，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一个 Nava Map 系完全帮到我哋咯。噔噔，我哋到咗啦，就系、是、喺上边。好啦，乌梦，我哋嚟啦。入到嚟之后，大家就好忙咁样将啲袋啊、鞋啊放落 locker 啦，跟住换拖鞋，然后咧就呢度入去。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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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点解你咁瘦嘅？我哋喂紧袋鼠啊！哎呀，好似出发啊！你瞓到。哇！你哋喺度建立咗友情喎。冇错。我好啦，让佢俾你一阵嬲喎。个样好冧啊。跟住咁喺嗰度咧，系塞满晒满满噶啦。其实我系乜都冇噶，依然。为什么你会这么受欢迎的最深的你会不会过来我这里啊我这里有很宽敞的大饼哦你看这里有四只啊我们去完胡蒙咖啡了怎么样金山没错好受欢迎啊是我去了个寂寞咯金山终于出手了来了第五日我终于见到他试鞋了诶靓喎诶呢边有全新镜买镜拼拼啊
点啊，先生，满唔满意 ？OK 啊，我都几靓个型，几修长，我觉得绿色最靓。啊，好靓啊，我觉得。熟悉的画面，我们又回到这一栋大厦了，直接转左去它的后门。究竟我今天会不会任务成功呢？ A few moments later， 最后跟大家预想的一样是没有袋买的，但是这间 Hermes 是有个小小的 cafe 啦，咁就可以食啲 afternoon tea。如果食唔晒嘅话，咁其实佢哋个 menu 咧都有得à la carte咁样嗌嘅，有 food 啦，有 beverage 嘅。佢哋全部嗰啲碟啊杯咧都系用翻 Hermes 嘅，成件事系咪好虚荣啊？因为呢个香港冇咧，我就觉得好特别。咁所以就过嚟试下啦。金生嗌咗杯 ice mocha， 然后呢一只长嘅白色碟咧，就应该系咸点嚟嘅。呢、这个望落去，首先有鱼子啦，有啲龙虾啦，然后我唔知系鲍鱼定系鹅肝啊。跟住呢个轻飘飘上边系有啲菇嘅多士，然后呢个杯入边咧系完全唔知咩嚟噶，望落去有啲似青椒。不过我食嘅青椒我系食嘅。跟住到我哋甜品架咧。就会有 macaron 啦 ，tiramisu， 有个 mousse cake 啦。呢度系咪青提子呢？哦，两层系一样嘅，咁所以就我同金山一人一份啦。咁当然去到 afternoon tea， 呢边啦就会有 scone， 佢个 scone 望落去都吸引嘅。我呢一个茶咧叫做 afternoon in Paris， 好似好有诗意咁，但你睇下我已经斟到咁。我的茶咧系有苹果啦、橙同埋玫瑰，咁所以咧佢饮落去系好香咯，同埋佢啲水系啱啱好，唔会话太热。嗯，我呢个好正喎，佢个包系类似丹麦酥嗰只，所以系好松化，但系佢就唔会好溜咯。呢度 cafe 我系冇 book 噶，我净系攞咗丑球先去 shop 嗰度啦。咁跟住因为冇嘢买嘛，咁我就问佢啊，可唔可以落去 cafe 可能饮杯嘢？咁佢就啊随便啦，咁就带我哋落嚟。咁落到嚟咧，佢又俾我哋照嗌个 afternoon tea。咁同埋其实呢度又冇 full 噶，咁所以究竟呢度需唔需要 book 咧？其实我真系答唔到大家，但系如果你哋有兴趣嘅话，都可以试下过嚟撞下嘅，我觉得。这个 tiramisu 是重点来的，上面有个 H 字，够不够虚荣啊？因为贵妇终于第一次用这把刀了，好好味啊。外脆内松化咯。就是咸的。哦，因为它有些芝士啊，你的面应该是有些芝士在这里。好像是咸烤谷这样。它是我吃过其中一个很好吃的 afternoon tea。說真的，我沒有 expectation 的，我真的想著它虛有其表，只有名字，只有碟而已。然後對著整棟沒有東西買的 Hermes， 剛才我問過袋子 Mini Pop Edge， Mini Pop Edge 的耳環，跟著一個豬鼻的手繩，總之要什麼就沒有什麼，連一條大的 Tootie 都是沒有的。我剛才以為65000是要再加一再加税啦，不用了，它已經是包了所有東西，哇，整件事值了，實收65000。對啊，實收65000而已。今早我不是拍過給大家看呢，這裡有 LV 和 BV 的，夜晚是完全另一個景象咯。我在對面馬路拍過去呢，它是很有氣氛啊，哇，好靚啊，好靚啊。回到嚟市區，我哋諗唔到有咩地方想去啊，咁就不如嚟樂天超級市場行下啦。金鑽都冇行過超級市場，咦？而家佢冇鎖住咯喎，以前要用個錢，而家冇啦。以前一入嚟咧，右手邊係賣化妝品啊，有間藥妝店噶嘛，而家冇咗。跟住咧，左手邊依然都係好多嘅化妝品、護膚品 counter 啦。我終於見到 Misha 啦。好似一路行街都唔系好觉咁，然后咧再笃笃嗰度都仲有间 Daiso， 哇，好似系我哋喺首尔咁多日咧最少人嘅一个地方。冇错，我揾到啦，系佢啊！呢一个喺香港我系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啊！
哇！我要買啊！要買啊！咩味嚟？記唔記得我以前成日食嗰個辣嘅撈麵咯？哦，我好中意嗰個咧。哦，你要唔要一 pack 啊？好啊，好啦，夠啦，我淨係想買佢咋。跟住咧，我哋就上咗嚟二樓去睇下有冇手信買俾 Chopper。咁當然都唔可以漏咗小吉啦，小吉中意食鴨啊，就呢一個咧。我記得小吉曾經係中意食韓國嘅條條噶，嗰個買到爆先，搞掂。哇 ，Chopper 同小吉啲嘢仲多過我。我哋最後一日晚餐咧，竟然係喺超市買咗一個撈嘅杯麵啦，跟住之後有啲蠔嘅 kimchi， 金山上飲香蕉奶，同埋咧一包 kimchi。因為我哋朝早食咗一個豬手啦，已經好飽。咁跟住之後晏晝食咗一個嗰啲下午茶咧，又係好飽。咁所以去到而家咧都唔出去食啦，食少少嘢就夠啦。我哋買咗呢一款撈麵，其實唔知咩嚟嘅，求其揀嘅啫。今次去韓國嘅 vlog 正式圓滿結束啦，多謝大家收睇啊！係啦，咁我哋下個旅程再見啦，我3月去日本啊，拜拜。